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个工具。这个工具呢，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方式，把你的图片，你喜欢的图片上面呢，去输入你喜欢的文字。那你可以用很多软体去达到这个功能。但是你譬如说，你用 Photoshop 这个非常专业的软体，然后来做这个功能，可是这个会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。而且 Photoshop 这个软体，它的单价其实好几万块台币哦，它不便宜。而且它功能非常非常多，你只是要用一个小功能，就用这么大套的软体，对你来说它很耗你的时间，而且很花费你的金钱。那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你达到这个效果呢？接下来的影片呢，我们还告诉你怎么样在这样子的软体里面直接做这样子的事情，节省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那这样子的图片呢，它最大好处就是它容易被人家转分享。所以你适合把它贴到脸书啊，或者是用 LINE 传给你的朋友啊。譬如说有个励志小语啊，或者是其他你想要输入的文字啊，然后放到你喜欢的图片上面去，再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，上传到其他地方去。那这就可以帮助到你，可以非常快速、轻松的制作这样子的图片。想要在图片上面输入你喜欢的文字，其实不需要用到 Photoshop 之类这么困难的软体。其实，在网络上有一个针对你是 Windows 的平台，或者是 Apple Mac 的电脑平台都可以哈，你就可以输入文字。它可以输入英文文字，也可以输入中文文字。譬如说，好，我在这边输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一，你就可以换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九九十，好，再换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这证明了什么呢？就是它一行可以打十个字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一行超过十个字的话呢，那请你要换行哦。然后呢，打入文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滑鼠去移动它，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？那你就可以把它 share 到你的脸书上面去，好像这样，你就可以把它贴到你的脸书上面去，或者是你把它用 Twitter 的方式，哈，如果你有在用 Twitter 的话，可以把 Twitter 推到你的 Twitter 上面去，那或者是呢，你可以把它下载，哦，把它下载这张，它会存成 PNG 的图档，哦，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，然后你再自己去运用，看你要贴到哪里去都可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张照片不是你喜欢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改一下照片，好，去换一下别的照片也可以，啊，照片就会换掉了，好，照片就会换掉了。那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照片呢，你也可以自己去上传，哦，比如说啊，我自己去上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，哦，随便上传一张照片，哦，这张照片上传上去，OK，或者是用它原本已经有的图片也可以。那你也可以用搜寻的方式呢，去找到更多你比较相关的图片都可以。好，那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就可以把你输入的文字，譬如说名言佳句啊，或者是励志小语啊，哈，就可以把它打上去。啊，这是一个蛮方便的功能。那你说，哎，那我还要去其他网站找比较漂亮的图片，而且是合法的呢，可不可以？好，可以哈。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，也会告诉你哈，哦，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取得免费图片的网站哦。好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图片在这边输入，譬如说，好，我要枫叶，然后按搜寻。哇，你看，好厉害哦！他就把枫叶的照片都找出来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按一下 preview 预览一下这张图片。好，如果这张图片不错，还是你喜欢的话呢，那你就按 get photo 就把它下载回来。有些照片呢是不需要付费的哈，那有些照片是需要付费的。那譬如说我下载，好，确定一下可不可以下载哦，JPG OK 哈，把它下载回来。我打开看一下哦，OK，好，这张图片是确实可以下载的哈。那我要下载大一点的，可不可以？OK，好，下载大一点的，1024x768的规格，好，把它下载回来。OK，好，1024x768的规格哈，所以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找一些免费的照片哈。那
怎么样到这个网站呢？还有哪些更多的功能呢？哈，这个礼拜呢，我们有一个促销方案哈，非常便宜，非常便宜，只要199块哈，只要199块，你就可以马上取得这两个软体。